这个小火锅其实现在是很多小资族的最爱，对不对？哈，一锅110哈，110，然后里面什么都有，然后打开我也得想讲，安尼敢有钱好赚哈？就是看，其实要看它的料啦，因为其实有些料用的不是很好的话，其实它当然还是有利润可以赚。可是我真的觉得110的火锅。要吃什么？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是你可以，就是想要吃火锅，可是不想花太多钱。对。可是我觉得那个食材其实是很令人质疑的啦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对健康啦，或是干嘛，包含它的汤底，可见它汤底一定不是用的很好。因为哈，一锅110有牛肉、猪肉各三片，对，高丽菜，一些火锅料，一点冬粉，一颗蛋，还有豆皮，对，过来。白饭红茶吃到饱，喝到饱，吼、哦，安尼一定是结个拜啊，拜应你啊，这比外口便当较俗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网友跳出来说，因啊，亲情你买一锅是150，但是呢，那些材料钱大约30块尔，真的有这么便宜啊？没有没有，当然不见得到30，可是我觉得至少。它的成本应该要占到50%左右，因为你还要想啊，所谓的真的食材成本，它除了汤底，还有锅碗瓢盆，对，然后还有调味料那些啊、嗯、然后像你的白饭啊，还有红茶，这些都算是成本，还有员工薪资跟房子，这都是成本，所以不可能真的到30块，30块的料真的没办法，因为现在的物价真的还蛮高的，讲实话了。啊，那些材料好不好？原则上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、我们当初的那个我也是做小火锅，那我是做石头火锅，我们一个最便宜的 set 都要299，嗯嗯嗯，对，那个成本其实我那时候在抓的时候、那如果30块你299你就赚了200块，石头火锅比较麻烦，这是石头火锅不一样，那个我的肉就已经有10片嘞、它只有3片，因为石头火锅要先炒、而且还要先炒过、然后再弄、原则上其实我那时候抓的利润是在30%左右，30%对，299的30%就是100块，就以300来讲是90，差不多100块不到，那不错赚耶，就是还可以，因为是以小火锅来讲、对、因为我是单点式的，我不是吃到饱、如果今天我是做吃到饱的话，我当初一开始跟大家合伙，就是跟我朋友合伙，我们开吃到饱的餐厅、我们算是全台湾第一间吃到饱的餐厅，从、我们开始的，所以那时候的利润，其实像我朋友来都说可以打个折吗，我说打折我就吃到饱，打到不是吃到饱了，299还叫人家打折啊，对，而且还是吃到饱的店哦，叫你打折。可是那个利润，知道低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一成服务费，我就是赚那一成。哦，那个真的是朋友吗？叫你打折那个？就朋友才好意思啊，只有朋友才会好意思说，哎、打个折嘛，说那就吃到饱了，不是吃到饱。千羽，你知道那些材料怎么样？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学内场，我个人是觉得说，以前看我们那个进货单，如果单。但让我们卖的可能品质当然不是说像那种比较贵的那种火锅、但我觉得当我看那个进货还有我们一小锅，我们也是漏大概2-3片而已，如果不算什么人力成本啊，就是光那一锅材料应该我觉得50左上下吧，50上下，对，没有到30，30真的太便宜，30太便宜，不太可能，对，但是不算人力啦，不算，就不要算那些店租啊，对，店租的成本不要算，光算食材的。是，那真力过去是火锅女王，对，因为我开火锅店开了将近20年了。是是是，过去你是跟朋友开全台湾第一间假咖霸火锅餐厅，哈，一卖就是13年，然后你也这个投资了300万在华阴街。对对对，卖珍品锅，对，小火锅，石头小火锅，是是。那2017年8月，也就是去年几个月前就结束营业。11月的时候，就刚好冬天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截掉了。所以才4个月你就把4个月前截掉？是2016前年，哦、1年多前，对，1年多前。那因为我那时候快冬天了才好赚啊，所以快冬天才好顶啊。反向是不是反向操？没有啦，因为当初我最后在10月份的时候，我全店里面只加上我只有3个员工，加我真的只有2个，那光一个厨房一个外场再加上我根本没办法开店，而且那2个被抄到直接跟我说，那个珍姐我们明天不来了，因为太累了，我说你们不来剩我一个人怎么开店，那就收了吧。那为什么会找不到人呢？
因为我觉得你有一直找人吗？其实我从开店那个真人启示证就贴在门口，没有人，真的都找不到人。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员工还，我原先的时候在淡季，因为我觉得员工要先训练，这样在旺季的时候比较好用，所以我在淡季还是照样请足那些员工。所以你知道淡季的时候员工都足了，真的旺季要开始，员工跟你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就做到这个，我可以做到那个十月底吗？因为有一个是说要去国外念书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又说他要去饮料店上班，这样子，就是。不要做火锅，因为他知道火锅旺季要来要累了。是，真正就是，如果你家一家店需要多少人？以我自己这个，因为我们是在做石头火锅，在炒这些料的话，我们至少员工要五个，五个最少。但是你只有两个，我只有两个，不够，缺三个。缺三个，缺很多、而且我们那时候还做到中间有休息，只做中午跟晚上，我还没有做超过八点，就是八点以后就不接客人了。晚上八点以后就不接了，就不能接，因为人手不足、凌晨三点呢、欸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我们员工有超，就是人手真的超级不足啊，所以我还不如就是给有愿意来做的人，他也有人。那你是不是都给22K才会这样？没有，我给32哎。32K 还找不到人，我给32K 起薪。可是我有在网络上被很多网友骂，就说因为32K 很多吗？你们给个5嘛，你给个50K 谁不来？那我要不要成本？成本也有预算。对啊，在火锅店给他32K 真的高了。